埃肯瑟州长哈钦森在州政府打流感预防针，卫生专家说，美国今年的流感季节看来比往年更为严重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医生接受的流感病人增加了一倍。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说，截止去年12月23号的一个星期里，23个州出现了广泛传播的流感，将近2500莫人因为与流感相关的症状的而住院。疾病控制中心说，从10月开始的流感季节以来，有13个儿童死于流感。加州的医院尤其繁忙，一些南加州药房流感药物短缺。卫生官员星期五告诉洛杉矶时报，10月以来的有27位年龄小于65岁的人死于流感，而去年同一时期有3人死于流感。卫生专家说，今年的流感也许比往年更早达到高峰。去年2月流感造成的死亡从前一年12月的3人猛增到68人。专家说，还有一个可能是今年的主要流感病毒 H3N2 比其他病毒更具有抗药性。卫生专家说，更多的人患流感可能是因为流感疫苗对 H3N2 的效力比较弱。卫生官员说，虽然预防针只能针对某种流感，不过它是人们预防的流感的最佳防御手段。